然后那边是可以点吃的，是吗？不是吧？导播到时候，何老师，他那边可以点吃的，不是点，就有吃的在那里。有烤肠，真的可以点吃的。有有吃的在里面，对，有东西在里面吃。有烤肠，走一波。 我记得之前可以点那个粉是吧？对，现在就是没有，现在没有粉了。走何老师，烤肠，烤肠，再来。把台阶撤了吧。直接来了。哇，然后那个锅里是麻油猪血，这个吗？这个里面是茶叶蛋，完的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，肠也是热的。这土豆吗？是糯米鸡，好好吃。糯米鸡嘞，受不了了我。我这个闻起来好像。 我想搞一个，感觉好不错，感觉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样子。好吃吗？香的嘞。要吃肠什么的吗？他们在那边吃好吃的。吃起来了。香的嘞。哇。这可以拿吗？可以拿。熟了吗？没熟。 没少，不能吃，我帮你预约吧。吃吗？一会儿吧。你好，星期六精彩看不够。